着猴去。他不是十点有事儿吗？哎，谁呀？嘟嘟嘟，猴哥不是十点有事儿吗？可以让他早下。哦，猴哥 ，OK。让眼，猴哥是，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，我给你报上分析 ，OK， 我报起上分，我就站在这就行了。哦，行，我站你旁边，我听你叨叨，谁你妈叨你，他就是狼。好，哦，对，我也得叨，我就摁 R 摁死，他们是猪大侠，轰轰还没，人家拍空格，我在摁 R， 哎。哎，你干了？我操！你吓死我了！就瞅一眼。哎，十八队走了，十八队走了，开了吗？十八队开。咱们在饭堂的不会都是好人吧？我感觉算一下，太医猪猪，不不不，西恩秀才，太医猪猪，他们可能他们狼也在外头。你这真是什么呀？哎呀呀！哎呀呀！猴哥，哎，我报的警。哎，我去，我为什么八百里之外报了上面的警啊？上面是秀才，上面是秀才朱大强，完了西恩站在一起，西恩是肉汁，首先对吧？西恩秀才倒了，朱大强有嫌疑，但是他的嫌疑不是最大的，嫌疑最大的是谁？是这个孙悟空跟快乐灿灿，因为本来我们饭堂过着开心、快乐、和平的日子，我太医在左边，不，在底下，上面三个人，朱大强、西恩还有秀才，完了右边过来两个不速之客，孙悟空跟快乐灿灿，然后他俩都死了，所以说。我想先出猴哥，过出孙悟空。哼，我是狼，怎么了？我把轰轰给嘎了，我还把耗子给嘎了。我不仅把他俩嘎了，我还把他俩给藏起来了。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我过。芥末嚣张，那就是三狼在场，是吧？那如果。这么排就是，反正先点孙悟空吧，有图用吗？点一点吧，希望鹈鹕死了吧，过了。朱大强跑不脱，是吧？参仓为秃鹫，胡歌为狼，猪猪报警卫，那说明，我看一下，我刀了几个？我刀了一个，我刀了叔叔，你们刀了几个？有链子死了吧？那个同柱你来分析。我来开枪，好吧？我感觉要不就拆锁链子，他们是吧？秃鹫去掉，哦，莫奇，那就你了。我说这什么啊？断链儿啊？啊？哎，我记得一刀刀俩呀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给你们秀了，我的妈，鞋！这么急？对，你刀的鞋，大强。啊？我说你们又去了，我给肉汁。我在这个脱臼局，我竟然吃了三个血，这么个意思，人中结束了，我得撤了，朋友们，我得去上个大了，结束了吧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拜拜，就很棒。